随着年岁增加，身体机能是渐渐退化，各种慢性病也成为长辈健康上大威胁。南投县政府卫生局就特别甲玻璃顶内个医疗诊所合作，来开办老人慢性病预防三德课程。除了甲大家照着调整饮食来降低病痛危险以外，更加重要就是要甲老大人爱较接运动，减慢身体机能个退化速度。对着节奏轻快音乐起舞，是课程中特别甲社区长辈做个运动。唔呐，徛咧才会当做运动，坐咧咪当做一挂扭筋骨的运动。手向上滑，滚，夹，脚要动哦。县府卫生局甲玻璃顶来医疗诊所合作，针对年纪大个族群，开设慢性病预防宣导课程。强调唔呐，只是平常时饮食、用药安全等个卫生教育宣导，上重要更加是宣导运动保健身体观念。除了说解决疾病的问题，我要教人要安维持健康，啊，预防疾病，要安促进健康，自然的激励平衡感，哦，这个教人预防咱的平常工，咱虽然年纪渐渐大了吼，但是要来预防，因为这年纪较大上惊就是跌倒，啊，所以这激励自然的平衡感，然后自然不容易跌倒。老大人因为年纪渐渐大，身体机能开始退化，各种慢性病都因此来产生。预防保健的观念，嘛都爱配合定期的运动，希望减慢身体老化的速度，嘛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机会。参加这个班吼，啊，智慧也会较好啦吼，有较提高，啊，搁再健康，啊，快乐，嘛真快乐啦吼，大家伫遮安尼。做这个体操吼，足好诶！希望讲这种的班吼，会当吼扩及每一个社区吼，咱咧啊，不管乡里也好吼，啊是讲吼，迄个咱的社区吼，拢会当有这个班吼来开始来做吼。啊，感觉讲大家有学习了吼，诶，拢真健康啊，真快乐。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是延缓长者的衰弱，避免跌倒。然后可以增加长者的肌力、肌耐力、肺活量、平衡感，让长者生活得更健康、更快乐。卫生局表示，这项课程选择在玻璃顶来首先开班，县内其他乡镇也会找找有意愿的医疗诊所合作来开班，希望参加上课的学员在学会了以后，会当扮演政治教师的角色，甲好厝内亲人、甲社区内其他长辈。大家共同建立正确观念，保持运动的好习惯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